第三十五代僧迦南提尊者，西天十七代，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，便遇上了溺水溯源找他的罗侯罗多尊者，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，求道而得即依法，即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